Boom.去板凳休息。真的哦。嘎嘎不能。我以为你开玩笑的。继续。对啊，拉一坨屎脚就超酸的。对啊，都还没拉完，脚都已经麻到不行了，我怎么拉？看起来不小心踩到屎。不会啊，因为我都把整个裤子脱掉，不然还要撑着，很累。我都拉，影响我。没有啊，就有时间啊，就是整理房间的时候就可以去啊。你们有洗厕所的兵吗？有。解锁了。有。有一班啊，有一班要洗厕所，那个感觉超累。装饭的也很累啊，他们都要提早去，然后还要收厨余那些的。不会，就永远都是他们。然后就下部队了。对。就一班啊，就是最高的那一班。最高那一班是洗厕所还是要打饭？他们要打饭。觉得他们很英勇的。唔知呢。饭，饭吃多了才会长那么高啊。要回馈社会。他们是真的这样去那个吗？推了。啊，那帮你们。
我们班是，我们二班是那个器材班，就是可能他们需要桌椅啊，还是白板啊，干嘛的，我们就要稍微搬一下。我们还要负责装水，就那个 RO 逆渗透那个啊，要我们去装。对对对，就是有就在旁边而已啊，就是要装出来，然后大家再用那个小水桶把它装到自己的瓶子里。没有加 GoPro 可以飞还蛮久，五分钟嘞。没电了，没电了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嘿，成功，一颗电。